跟日本妹妹们成为朋友呢？我们特别欢迎日本男人来教你们。大家好，我是 Van 从东京来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Migo， 目前呢还在就读大学四年级。那最近呢就跟我的日本朋友合拍了一集有关于教你如何去认识日本樱花妹，大概花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拍，再把它剪成一个有教大家交战的步骤这样。特别的有一个是，因为其实在我们一般观念来讲的话，通常啊邀女生喝酒会有点风险，因为可能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有背后有另外一层含义。但是日本朋友的话，女生朋友你邀她喝酒，她反而会觉得还蛮开心的，所以大家这一点的话就可以注意一下。照拍起来很像今天我这里，所以我不是在拍今天晚上。就感觉独家爆料给苹果，精彩用就播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你爆料我捐款。